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早上好，前方即将到达终点站苏兰古城。你醒了呀？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刚才做噩梦了吗？就要到苏兰港口了，快起来准备一下吧。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话。是啊，你心心念念的冒险家协会也要到了。哎，你的表情也太夸张了吧？看来第一次离开家乡的人总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呢。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我们替你办好了，你写上名字就好。就可以了吧？嗯，记得保管好，不要弄丢了，不然就进不了苏兰城了，说不定还会被丢进海里哦。我们在甲板上等你，一会儿见了。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，穿什么合适呢？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。是啊，不过不是东港，而是西侧港口。从外海来的船只大多都会停泊在这里，我们的船也是一样。小海真笨，我们来的岛在这边吗？嗯，是这个，是这个对吧？对，不过刚才小海也没有说错哦。苏兰是云垂大陆最大的航海之城和旅行之城，看这一整条海岸线都算是苏兰港口，小海说的东港和我们即将抵达的西港都包含其中。哦，很大嘛，苏港远帆，不愧是苏兰十景之一呢。哎，说到这个，苏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？有啥推荐吗？西屿湾你们一定知道，
我就不提了。苏兰十景各有千秋，我最爱心如花海的风光。躺在花海里看日落，形容花一眼望不到头，和晚霞连成一片。诚心还有条商业街，是个很适合给友人挑选伴手礼的去处。等下船以后，我和小妍也准备去那里转转。当然了，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的冒险家协会的总部，你也来了。一谈到冒险家协会，大家就都提起兴致了。抱着这种热情去参加冒险家协会招新试炼，一定能顺利通过的。喂，冒险试炼不是什么靠热情就能通关的大路货吧？没实力的土包子，再热情也没用了。我可不是没实力的土包子。啊？我不是特指你啦，我只是随便一说。不过你这样子嘛，要对号入座也没啥不可以的。你是不是想打架？啊，行啊，实力什么的，打一架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。来吧，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。哦，原来你也不赖嘛。好，那我也要更认真一点了，你们就点到为止吧。好了，就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要紧，看到活泼的后辈我也很开心嘛，何况他们两个看来都颇有潜力呢。来，收下这个，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，可不能拒绝哦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可以顺利加入冒险家协会，你们有什么打算吗？啊，当然是变强变强再变强，直到成为最厉害的冒险家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说得对，力量也是冒险家协会追求的目标之一。就譬如龙一红会长，他曾向风暴之海扬起刀锋，其结果他以一己之力撕裂了翻涌的海浪，开辟出前所未见的航路。传闻中，他的刀甚至可以劈开时空的壁障。会长大人好厉害。不过冒险家协会追求的并非只有力量，世界的真相，遥远的风光，那些深邃与广阔，亦是冒险家追寻之物。正如传奇般的秦少师前辈一般，踏遍云垂山水，看尽无限风光，还多次涉足云垂以外的地域，将那些神秘纳入无尽之瞳中。亦或如近来声名遐迩的八大冒险家，千里狐鸣，百鬼夜行，解开云垂大陆的诸多谜题，也留下了诸多美谈与故事。所以说啊，力量、未知与真相，都是冒险家寻求的目标。他想要的是力量，那么你呢？真是有你风格的选择啊。我觉得
你们都很适合冒险家协会。某种意义上，看来你们都能顺利地通过试炼呢。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前方到站苏兰船只即将入港，请各位做好登陆准备。来，看那边。再会，祝你如愿以偿，顺利通关试炼。好，再会。讲故事的两位还有陪练的。对了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用的香水是在哪里买的？我在船上就想问这个问题了，香气非常特别嘛。你这种假小子竟然也会对香水有兴趣吗？走吧，我们也回家去。嘿，两位回来了，你们这婚前旅行去的还真够久的。这位是新交的朋友，欢迎欢迎，刚下船还没吃早饭吧？现在正是吃海鲜的好时节，烤几串三须鳗鱼，刷上熊蜜，那叫一个外焦里嫩，咸鲜甜香。还有蟹黄汤包，又鲜又暖，回味无穷，正适合舟车劳顿之后吃一笼。真的这么好吃吗？我请你吃早餐吧，小妍，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话说，冒险家协会在哪里？在东方，看。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。
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长长久久海鲜面，甜甜蜜蜜热豆浆，还是心心相印蟹肉包？和以前一样就好。你呢？那就刚才说的三须鳗鱼和蟹黄汤包。好嘞，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一屉，里面请。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坐。哎，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听说最近狐族的小公子也来了苏兰，准备参加冒险试炼。好像随便走走就能遇上几个参加冒险试炼的人。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城中都是这样的呀，毕竟是云锤最大的民间组织，还总有些流行的冒险故事惹人眼目。当然了，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晋升 A 级冒险家的人呢。如果没有半年前那场风暴的话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你从前最喜欢的烤鳗鱼，还有你也别客气。吃好了的话我们就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让我带上这几串鳗鱼。不急，我们还要先去一趟冒险家协会，我们要抱歉。还逞强说什么今天好多了呢，快把药吃了。所以我才想让你早点回家休息嘛。不要紧，我们不是还给他们带了礼物吗？总该送到协会的。啊，不错，今天冒险试炼已经开始报名了，你早些去吧。但礼物还是……礼物就麻烦你了，交给冒险家协会的白鹿就好。还有，这是南哥的怀表，你把这个一起给他，他就知道了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客吧，小妍的手艺如今也不比京巴克主厨差多少了。那是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，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。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看看。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。内厅是哪儿？还有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是谁？主播阿秀再次参上，下面为各位带来试炼考官名额争夺赛的现场播报。倒数第二场对决已经落下帷幕，恭喜杨无一阁下成为第二名考官。第186号到第237号委托，鸽子，按照序号贴到委托板的左上角。好的。这么热闹，老师您有点兴趣都没有的吗？哎，看完了吗？让我看看。放心，小绳都罩下来了。看，这从天而降的毛球。这个书呆子，你把大爷删掉。哎，这是战五渣之间的决斗吗？不行，不拿了锅的包子是会做噩梦的锅。哼。
想跑？姐姐，我看上的东西可从没有溜掉过。早上好，是客人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会长发威了，散了散了。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的新人呢，见笑了。在为你登记之前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初步考核，请不要紧张。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的人数较多，需要稍作筛选，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不错，我很看好你，但其实这是用来测试你和三种气的相性的，只要把手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啊，抱歉，我没事啦，从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情呢，一拳把三个测试人偶都打坏掉什么的。好啦，虽然没能测试，但这场战斗至少能得到终结之刃的认同，倒也可以算作通过了初步考核。终结之刃、破妄水晶、天命罗盘，合称为冒险家协会的三种器。看，测试人偶上的图案就是他们的标志。怎么觉得有些眼熟？我在哪里曾经见过吗？匕首、水晶和罗盘也是冒险家们的随身之物，只要理解成三种非常重要的随身装备就没问题了。你来的时候，那个书呆子手里拿着的就是水晶哦。咦，那我可以再看一看吗？嗯，这个是我的，来，试试看。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力量，可以试着采集冒险家协会。本大爷安静，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，还可以照出生物的原状，难怪叫破妄水晶。嗯，是个很有悟性的新人呢。还有，今天晚上吃园林肉火锅。哦，谁能管管他？另外两种器，匕首和罗盘呢，也有这样的用处吗？想知道的话，试炼的时候就好好表现吧。好了，闲话就说到这里为止。先跟我来档案部登记信息吧。还有一件事，南哥托我把礼物转交给你。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啊？刚才一本正经地提醒大家的人是谁啊？是会长哦，骑士阁下，以及这是给您的礼物。药剂。哦，南哥和夏言回来了，谢了。女孩子恋爱之后果然不一样，夏言那种大条妹子都这么细心了。好了，我去把这些礼物分给大家。阿笑，麻烦你带她去档案部吧。以及白鹿姐姐，压榨未成年人是不符合云晨相关法规的。那场海难之后，海难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经历过那样的事，听说过有些变化，就是半年前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前，夏妍姐姐出海的时候，经历过一场海上风暴。海上的飓风，你懂的。船沉了，所有人都没回来。我们都以为夏妍姐姐也回不来了，南哥也是因为这件事伤心病倒的。难怪他的身体状态这么糟糕，他一定很喜欢夏妍吧？那当然啦，海难之前，他俩每天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。咦，后来你知道的，夏妍姐姐从海上回来了，她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，我们都觉得是个奇迹呢。好，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信息确认，登记完成。以及试炼要过几天才开始，你可以走了啦。谢谢。那试炼之前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？不需要，轻松快乐的去观光吧。哎，说的对，在试炼开始之前好好游览一下苏兰城的风景吧。那你的礼物来了，清风怪谈绝版单行本，太棒了。小梅花会嫉妒的两眼发绿的。哎，其他人的是什么礼物啊？封完了吗？只剩子慧、梅三和端木三个人的了，他们刚才去了城中办事。谢谢，不过麻烦新人做这个不太好，何况端木……不要紧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，更何况还可以多认识几位冒险家前辈们。那么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找不到人，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我是耍毛的小姑娘，每天来刷牙。哦，你好，是找老师吗？老师在那边的海滩上。是白鹿姐让我来挑一头驼兽。驼兽啊，那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一头喜欢的。我有好好照顾它们，虽然毛色不一样，但都是又健康又温柔的羊。韩大哥早安，我来。那个，你好。抱歉，请稍等片刻。如你所见，现在我身有要事。捉螃蟹，钥匙。哦，我懂了，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。嘿，我也来一起抓。
来了，快抓住他！代表大海干掉你！噜噜噜！四十米，六十米。攻击帝王蟹背后18.1062度方向。帮大忙了。据我研究，每月落潮之日太阳升起的5刻钟后，帝王蟹有87%的概率出没。若事先清理沙滩上的小蟹，出现概率将提升至94%。哼，果然没有白等。身为冒险家，自然应当通晓自然之理。请稍后。好了，5两蟹肉刺身，分你1/2，这味道啊，最为鲜美。哦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银铃香辛料，6个月前的事了，想不到南哥还记得。改天我去谢他。哦，你们是一起回来的吗？是的，早上才下船，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船，他们挺照顾我的。船上。夏言真是个令人敬佩的姑娘，那般可怕的海难，生存率不足10万分之1。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然而，她竟仍未向大海屈服，这等气魄，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。嗯，